们今天吃一个这个三倍煎药水，然后再用上这个星空卷轴次数全都用了，全都用了吧，我们升到370级，额外的话把小恶魔召唤出来，小恶魔，然后我们开始打，副本，来组队打下星空秘境，合并次数，然后18个，这些次数全都可以使用 ，OK， 刚好21次，队伍进入，七月的雨在湖洞中，等他一下，刚才没有想清楚，因为打一次的话，我其实没有想好啊，要不要用，因为三倍煎药水其实很珍贵的，七月的雨，等你了，他还在活动地图，我们先做一下别的，战船提升，这里进阶一下，然后独岛战是什么？我们今天还有一次剩余 BOSS 次数，到时候去打一下，再看一下，我们去充一下钱吧，这个每周限购的话要买完的，可惜我现在钻石不够了，今天最后充一个648，真的是最后一个68了，我就把这里的装备买完就 OK 了。赶快四转，四转的话有个前提条件的，四转的前提条件是要升到370级，我今天应该能升到370级，来把战船强化宝箱购买一下，然后战船进阶礼单，这不是进阶礼包，然后武魂装备宝箱这些都先买了，140块，然后苍月岛 BOSS 不需要，然后武魂强化宝箱这个是武魂石，20个买完，合并多了的话应该也 OK， 我看一下，有人说我合并次数合多了，我们看一下合并次数总共是21次， OK， 可以开始了吗？七月的雨，星空加了，算了，星空组一个，有人了，等一下，要不我留一次次数待会儿带他们打，我这个名是在群里的，我就要求大家把这个昵称改成群，改成游戏里的这个昵称，就群昵称改成游戏里的昵称，但是大家都不听，好烦人。我们这里合并次数，稍等一下，先合20次，我稍微留一次，一会儿再带一个人。七月的雨，大哥，求求你了，带我一把吧，我这可是三倍煎药水，一会儿不参加婚宴了好吗？然后战船装备，背包我们强化下。哎，这里有个炮可以穿上，哇，多了一个，然后这个龙骨的话是用来强化的，我们强化一下吧，把这个洪荒龙骨强化一下，这些其实没什么，哦，58块钱升到60级，然后突破了两个到了74级，每10级好像需要一个突破。七月的雨在活动地图中，他刚刚已经进来了，这个群里的人还不太熟悉，所以不知道对不上号，谁是谁不知道。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坐骑吧，坐骑出来逛一逛，来，这个的话是化形是吗？等一下我们去世界 BOSS 这里看一下，哎，有这个龙了， OK， 这个坐骑出来了，我再看一下，哎，化形这样子的话就对了，哇哦，还可以邀请一个人，我回到大地图上看一下能不能邀请人来坐我的车啊，这个大地图上哦也有车了，出来了，附近有人吗？来邀请一个俗人，你可愿意上我的车否，大哥 come on， 来上我的小车，他怎么上来不太清楚。七月的雨完了，我要毁一弹了，我只能继续买了武魂强化宝箱，这个先买了，哦，这个已经买完了，然后洗炼宝石2折的，这个洗炼石买下，哎，没有钻了吗？不至于吧？哦，还有的，精炼护符的话，比我自己去买，单个买要好很多，这几个我其实都想买，游戏里不能私聊的，我被禁言了，聊不了，我只能送他9朵玫瑰试一下，然后不断的。邀请雨林共乘，哇，有人来了，我的天哪，太不和谐了，我想在那个 BOSS 地图里面去乘坐一下，哎，这里还可以上这个天桥吗？哇，啊，这好 bug， 哈哈哈哈，哇，这太夸张了，我的天哪，这个模型做的不错，但是这个地图不和谐，而且这个地图根本就不是优化过适合跑车的，它这个走路的就是。哇，太假了！哇，我们还可以去这里吗？传送到这里可以吗？
哦，传送不过去，哇，传送过去了，哇塞，七月的雨，那要把你踢了，我们再邀请一个队员吧，明，我们邀请明，邀请刹那，哎，刹那，不对不对，我刚才邀请的队员是我的好友，哇，咱们盟的这个等级都比较堪忧，七月的雨又来了，大哥。这七月雨都不看的吗？好烦人！今天药水没用之前，我今天药水大概就只有55分钟了。我们去备忘里把这些用一下吧。哎，他邀请我与他共乘，我就乘坐一下，不管他了。我们去把这个宝箱开一下，刚才买的。这个是哇，红色两星的，哇，第一次遇到红色两星的，之前遇到最好的就是橙色的。哇，又是一个红色两星的远古鳞甲，哇，紫极妖瞳，这几个应该很好。然后就是。战船进阶，40个战船进阶的礼包，啊，然后洗炼宝箱20个，是给了800的洗炼石，这个洗炼石感觉足够用了，以后都不需要再买这个宝箱了。10个精灵护符其实不太够用，很快就用完了。然后这里有20个武魂，给了100个初级武魂石，武魂突破丹，哇，这个是给武魂做一下这个强化的，应该是。我看一下，刚才咱们的这个大地图上有一个任务。激活武魂铁角牛，哇，这个就可以了呀。铁角牛是不是很好？它是有两个属性的，然后我上面的这个是一个属性的，白虎是一个属性的。那我感觉这个铁角牛要更厉害一些。来把这个穿一下，然后把这个大眼镜戴上。别的牙可以戴吗？不行，紫极獠牙。哦，这个可以。OK，然后稍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白虎给去了。把这几个装备都卸下，OK，把所有武魂先卸下。我觉得这个灵猫要的、铁角牛要的、闪电隼要的，然后这里进去看一下，这个好像最厉害的，哎，这个可以升一下，好像，然后再这个换一下，然后再召唤，这个就加的应该会更多一些，加了49万，哇，可以的。它是加什么属性？生命属性加14%。然后佩戴的生命属性加10%，3倍经验一点都不珍贵吗？还有这样的，然后这个铁角牛我们激活了，然后炼体神功到达90级，哇，这个90级可慢了，这个要稍微等一下，我们做一下这个高手约战吧。然后队伍里可以进了吗？七月的雨为什么还在活动？我再等他最后1分钟吧。感觉，哎，七月的雨在了，副本次数不足。大哥，你搞一个字出来，用一个卷轴，好吧，带我一下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。哦，他离开队伍了，我好绝望。明进来了，来吧，我好绝望啊！哇，这个大哥是一个十足的坑货。明的话，先等一下，我之后就不带了吧，我之后就不带了，我把这里的次数调一下，我一会儿就不带了，这个带的我好痛苦。把所有的次数都合满，21次合完，来就打了吧。踹星同学，踹星同学，这个七月可以下棺材了。我觉得，他可能也是觉得我很少邀请他。你要怀着好意去揣摩别人的心思，就是我很少去邀请他。哎，啊，这里是3杯药水，没有问题。然后这个眩晕群攻，最后再检查一下我们的恶魔。小恶魔在的，哎，这个精灵之魂，升一下级，坐骑，升一下级，哇，哇，这个升级升好快啊！刚才才到这儿的，364，哇，加398%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这个升级速度我感觉可以到370，可以到的。然后邮件包裹不足，包裹不足，包裹不足，领取一下。哎，这个武魂的包裹已满，武魂包裹已满。这个是这些材料太多了，我们要去给它升一下级。升级的话，应该是给这个红两星的升级。我们给这个红两星的升一下级吧，把这个紫极妖瞳全部升一下。钻石不足，它是要花199块钱。这样吧，我们不花钱了吧？算了，我们就把最菜一下的、蓝色一下的选中，110块钱也不够。强化石184。我的钻石又不够了，
这怎么花的？刚才主要是商城买的时候买的比较多，这琴形钻戒也买一下吧。然后琴形钻戒装备一下可以升一阶，精灵进阶包，哎，这个可以的，我们使用一下精灵进阶包。40个丹药，这个其实感觉也不怎么划算。这个圣骑丹现在其实不需要的。独角兽激活，你把他们说叫我把武魂全都卸了，然后去激活其他的。我们一键卸下，武魂背包已满，卸不了啊。OK OK， 卸不了的话，稍等一下，我有一个小小的办法。强化石。OK， 然后给这个紫鸡妖童，不是给这个紫鸡妖童剩下几，消耗几个。OK， 加了，怎么就升到42了？那么夸张的吗？来，一键卸下，一键卸下，一键卸下，然后去给幽冥灵猫先升一下。幽冥灵猫是最高的，最高属性的，嗯，穿戴一个。哎，这个42的可以继承，你发现没？42的可以继承。哦，这个还有个加5的。十九品质不够，这里还有个獠牙，獠牙在这里穿一下，可以召唤了。这个幽冥灵猫应该是最厉害的。哎，独角兽也可以召唤，不一定是这个铁角牛了。谁排在最后面的，我们就召唤叫谁。哎，不错。哦，这五个也激活了，召唤一下。然后最后是这个铁角牛。哇，果然是一键卸下比较好。我们今天这个钻石花的有点多，我感觉那些装备，那个每周限购的装备可以明天再来买，明天再来买吧。最后点一下全选。对啊，我也有点懵，怎么回事？幽冥灵猫这个能强化吗？我们强化一下试试。这个是升八级，这个的话是升两级，行吧，先这样。然后邮件可以领取了，把这些领取一下 OK 了。然后到了369级，哇，三百六十，哇，每分钟给2.51万亿的经验，哇塞，还没有召唤铁角牛，铁角牛，哦，还没有召唤 ，OK， 三个激活了，不好意思 ，Oh my god， 我不会玩游戏，我发现我不会玩游戏，我现在是1945，他是2046，他就高着我200的战斗力，嗯，然后看一下，暗器转职。转职的话，天命觉醒，哇，激活了天赋系统。有人告诉我，这个天赋系统激活了之后，先不要点，转职成了四转，变成了黑暗游侠，可以的。黑暗游侠，哇，黑暗游侠不需要370级，我才发现，哇哇，我刚点了一下鼠标，他没有再打了，我靠，刚才失误了，应该少了5秒钟的经验，然后卡了吗？卡了吗 ？Oh my god！刚才游戏卡了一下，哇，今天这个视频有点绝望。我刚才最后一分半的这个经验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到，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到。完了，最后一分钟的这个经验，每分钟就是2.5万亿的经验。要是没有这1.5分钟的一分半的经验，我会死掉的。我靠，少了一分钟的经验吗？好像这。好像真的少了一分钟的经验，哦，我的 V 七好像快要到头了 ，V 八在向我招手，还行吧。这个武魂已经召唤了，刚才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卡的原因，我们这个武魂已经召唤了，提升了63%的经验，其实也不多。今天还可以做了这个转职哎，我的武魂的话刚才是召唤了一下，这个铁角牛已经被召唤出来了。然后还能稍微强化一下，但我懒得强化了。然后我们完成万魔塔的这个任务 ，OK。然后做下这个高手约战，到了215万的话就可以去玩高手约战。V 八的话，今天不急，不用非得要奔着这个 V 八去的，我就按照我自己的节奏来。今天已经冲了3个648了，已经让那个托又有那个动力继续努力了，所以我们就先等等啊。现在这几天，你稍等一下，我们的那个转职，等一下，哦，我们现在已经是至尊一级了呀，已经是至尊一级了，哇，我是第一个到达至尊一级的，然后，哇，至尊一级的话，前面就是有个绿色的小东西，然后这里不要接受自动入队，
然后一会儿我们和超爱星去做一下那些任务。稍等一下，这个任务先不要做，我先把这个做了。哦吼，把这个先做了，这个神符副本先做完。按照我的节奏来，只会花更多的钱。我觉得少花一点比较好吧，就少花一点。我觉得充三个六四八，我觉得还算在掌控之内。我这两天不想充更多的这个六四八，先等等。哎，成功的完成了这个神符的手杀。OK， 然后再打一下这个至尊一级的这个神符。至尊一级会解锁相当多的东西啊，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。我其实也没有到过这个至尊一级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哎，给了一个什么邪恶魔山，哇，这个难道是 Roshan 吗？哇，这个 boss 给的这个东西感觉挺给力的。变强神符扫荡，一会儿就可以去扫荡一下。我们应该是扫荡之前那个，但是刚才这里我们应该是可以把这个18星拿到，18星的奖励，27星的奖励拿到了。然后这里推出，然后超爱星的话一会儿我们带他去打一下这个副本。然后下面的话是至尊五级可以打这个，我们先等等。然后我们神符扫荡的话是扫荡我们的这个战神人马，因为他会给这个精华，而且给的这个碎片很多，18个，所以我们就扫荡他，就扫荡扫荡。这里消耗的都是宝钻，宝钻其实不那么值钱，一百的宝钻相当于就是40的钻石。OK， 都扫荡完了，我们又可以给神符升下级。我们先带着超爱星去打一下情缘副本，情缘和暗器打一下，看一下超爱星在不在。OK， 他在的，很好。这游戏林克甘地能活吗？林克甘地，得要你开很多个小号，每个小号提供一些资源，然后拿去卖这个资源，相当于是做商人那样的套路，才能养活自己。不过林克的话，我今天看到有一个人，他说他玩了一个星期，没怎么玩，但是玩了一个星期，一共是有66万的战力，就特别的吓人。然后特权这个红点，我们今天充了1900了，今天差不多就到这里。然后充值这里到了370级，可以领取2000的宝钻。然后至尊投资，这个是存入最高15倍宝钻返还，这个是到达这个至尊等级给这个宝钻。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可以投，领取一下。钻石不足，钻石不足。你们说我要不要最后再充一个六四八，把这个投资一下？一星期，哎，哇，91战盔有个红色的了。然后这里选钻戒。手杀红包我们使用一下，这个和他很有默契。我是觉得欲望那个托得逞了就很难受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对那个托深恶痛绝。再来一个六四八，百万战力带回家啊。伴侣不在线，这个的话是我的那个伴侣，就是云秀 Wink， 是江燕离，他不在线我就不能买，是这样限制着的。然后婚宴的话马上结束了，这个婚宴我们就没有参加，其实无所谓了。然后暗器我们组队打一下，这个的话可以打至尊一，来10倍打一下。我们的这个至尊一的暗器应该可以解锁一个新的暗器，希望能够搞一个 SSS 级的暗器。看早晚都是冲，其实没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明天再到 V8， 然后明天再把那个投资了也是一样的。其实明天再冲，明天再冲。这个是蝴蝶镖，我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暗器。哇，我装备的是神无影针，40级的 SSS， 这个是很厉害很厉害的。然后变强，战船提升，我们先提升一下这个战船，进阶一下。这个是进阶到了5阶的一星，还没有进阶完。不过这里比较讨厌了，他老是会跳出去。然后接下来是装备洗练，精灵提升，精灵有42、49个，进阶了2次。OK， 挑战成功，等待他点击确认，真的可以离了。对的，我是觉得之后我们要不就和超爱星将就一下。他其实是个男生，他是在美国的一个男生。我们这个白银羽翼升到136，3阶暗器宝箱，给东西还可以。哇，你看这些都不如我的这个好东西，他给的不是 SS 以上的都没有我现在这个暗器好。钻石不足，来充个648，刚好今天充2000块钱，我觉得 OK 了。这个还是要的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明天去买这个9阶装备怎么办？这个9阶装备买的装备是不算在这里这个钱里面的，我到时候买这个9阶装备
还有这个符文，不是，是先坠先符，就没有钱了。等一下，已经进来了呀。这个刚刚是出了一个 bug， 我觉得我们是需要预备一点钻石的，好烦啊。有问题。妄图，你住的房子多少平？我们这个是50平的房子，然后住了三家。我是在北京，这里的房租，我这个一小间卧室就是一个月3000块钱。离婚吧，都来了。大哥，点一下这个确认好吧？别看直播了，大哥点一下确认。这大哥又离线了，这样搞人好烦啊。每日必做，哎，这些都可以领取。150的活跃礼包，精灵之魂。OK， 哇，这个大哥他不在线了，所以我们每次打完一关都得要等10秒，总共5关。哇，我觉得超爱心其实挺合适的。装备合成，哦，可以合成了吗？哇，3G暗器装备，然后这里能不能给一个 SSS 的蝴蝶标？不能，明显不能。然后这个个人的模式我们自己打一下，这个个人的话，噩梦难度我们可以直接扫荡，再来一次。 OK， 哎，等一下，我刚选的是一阶吗？哇，我应该打这个的，我傻了，我刚弄错了，我刚默认的选的是这个，我以为他默认就会选这个3阶的，我还说我不需要重新挑战，这里我失误了，不好意思各位。然后这里突破的话，玄铁和玄铁是够的，金链水晶我不想从上头人买了，那样太费钱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去打一下世界 BOSS。 哦，等一下，市场上面有些东西等着我去收。我看一下，有一个，这个是12阶的一个装备，我看一下，12阶2星，这个东西是水友给我的，134581，这水友会给我很多东西了。接下来是地煞石，地煞的话，下旋有密码的，134581，好的。之后还有一个，12阶1星的我就不买了，因为12阶1星我不需要。2银绝技书，其实2银绝技书是有什么用的？这是有一个技能书，143581 ，OK， 啊，134581，134581，该物品被尝试次数过多，好吧，还不能买了。我们最后看一眼这个装备，9阶装备，我需要合成，有没有人上架9阶装备？哇，这里有80块钱一个，这个80块钱一个和我昨天买的价格差不多，我想要尽快的去合成，我觉得好像还需要再充一点点钱啊。3星红装可以合成了。我可以合成3星红装了，来，我们看一下，把这两个卸下来，好像也可以合成。首先是合成一个9域战甲，这个战甲我想想，这个战甲我可以把它退下来吗？怎么样退下来？我先合成一个9域战甲 ，OK， 9域战甲先合成一下，9域战甲 ，OK， 3个头，给我点好运吧，70%的几率，一件这个装备是80块钱，324。240块钱，哦，成功了，可以加了16万，哇，我就剩最后一件了，我就剩最后一件，然后最后一件这个裤子我想要把它换下来，我如果买个7阶的裤子，我想想有没有一个7阶的裤子，我们去买一个男的这个裤子，7阶，或者5阶也行，5阶也行，只要是裤子，哇，这个5毛钱，6道战腿，我买一下，然后领取一下 ，OK， 领取一下。然后把这个裤子穿上，这样的话我这个装备就回来了。这里的话就有1件2件3件，哎呀，3件装备应该不太够。这里有不是，这个是7阶有锁的，这个其实无所谓，2件不太够。哎，我来合成一下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还可以合成2星10阶的了？哇，我们可以合成2星10阶，我们先把9阶合了，然后之后就合10阶。9阶的话材料不足，我看一下，至少需要3件装备，我们就去买一下吧。我们再充一点点，再充128，买一下他那个9阶的服装，那个是9阶的靴子，好像是。再充一点点，因为最后一件我就有可能合成那个3星的这个装备了。来来，我们去市场买一下，市场9阶装备。OK， 80块钱我觉得有点贵，我之前买到的是40。
到50块钱的都可以买到，但现在涨价涨得比较厉害，但这是我们最后一件嘛。然后九鱼战腿先不要管它，我们最后的是这个裤子战腿，来我们合成一下九阶三星裤腿，希望能够合成，又是240块钱，冒一下风险。装备囤着的都是10阶、11阶、12阶的装备。嘿，哇塞，加了39万，然后我们的套装激活，九域三星可以激活了，加了一万，加了25万的战斗力，加了1万的攻击，加了25万的战斗力。我们现在战斗力有，哇，1945万，可以的。到时候晚上的时候我就和大家分享一下，把这个装备拿去给他们激活一下。我现在其实可以穿戴10阶装备，我们去合成一下10阶装备。接下来的主要活动就是把这个9阶装备全部替换成10阶装备吧，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。套装十，套装已经 OK 了呀，这个已经 OK 了。天罡的话我懒得弄，我的天罡，天罡没有弄，我再打造一下，尝试打造一下。这里是掉了一件，打造 OK， 然后天罡的话是3件，哎，刚好再打造一件 OK， 舒服了，天罡也用完了。哇，我也有2000万的战力了，哇，这个太漂亮了。然后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咱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是去换这个10阶的这个装备？因为9阶套装其实之后丢给别人也无所谓了，我们之后应该是追求这个10阶的装备吧，应该是。我先合成这个10阶的这个装备吧，我们先把背包里面10阶装备拿出来。这种位置，哇，我的背包太满了，我们去把宝石合成一下。因为把10阶装备合成了之后，我的宝石就有放出了，你知道吗？然后这个至尊榜钻的话使用下，哇，给了572个，哇，这个是给的最多一次。这个榜钻的话是给400到800，这个749已经算很多的了。直接11阶，别做10吗？他们还叫我做粉93的，粉93的话就是，3件三星的合成一件粉色，合成一件真三星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反正他还需要很多的9阶三星的这个装备，10阶的话，10阶大家都叫不让做，那我就把10阶的装备卖了吧。10阶的装备上架卖多少钱？卖个20块钱有人买吗？看一下有没有上当的人，这个肯定不值20块钱，不是，肯定就不值。10阶装备能卖则卖。OK， 咱还是弄93粉，然后接下来以后到了至尊30级搞一个。11阶装备，好的，我也是服了，你们好牛啊！哇，100个碎片可以合成这个先锋矿车，这里，哇，这个也是先锋矿车，你这两个先锋矿车，干嘛还要搞一个绑定的和不绑定的？我也是醉了，别卖，和蒙利的换11，好的，先不卖，我先撤回，好吧？8阶的这个也不卖，和蒙利的交换。蒙利有的人他可能9阶做不了，因为9阶毕竟是有限的，而且也很贵，很难打 ，BOSS 很难打。那和大家交换一下也挺好的，和盟友换11省钱 ，OK。和盟友换11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到时候可以放蒙利，直接给他们，不一定是要换。他们我如果我要的话，他们会给的。蒙利的大家都特别的好。然后我们这个宝石，我觉得是不是就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合成，把宝石去做一下合成吧。宝石镶嵌下，哎，镶嵌一个5级宝石 ，OK， 宝石没了。强化有4000万的金币，强化大师下一级是8件，到了140级，我先把这个135的升到140。哇，我感觉是有好多都会玩这个游戏，我有福了，我有福了。留个500万，激活应该可以激活10阶的套装，你看还是有人。就是也不是很清楚，他是觉得可以激活，然后有的人又觉得不能激活。限时活动，这个不是领过了吗？没有领完是吗？我这个有12个离线挂机卡，然后背包里的东西吧，我觉得我可以把10阶的全都贡献出来，放到我们的宗门的那里面。二转这个书有用吗？两仪绝技书，武器，把武器弄了，我们的武器，天哪，有人可以详细解释一下武器怎么弄吗？我们这里是有5魂，然后左边这里就没有了呀。73的10用来激活，10用来穿，10阶没有可以激活的呀。这是王者三星，哦，
王者三星这是可以激活的，十阶也是可以激活的，要合成的。七阶三星没有全激活，我们还在努力。七阶三星的话是这样子的，它差两个，一个是符，一个是坠，这两个我们马上就可以合成了，差一点点。我看一下，随时看一下有没有七阶两星的。哎，这里有一个九玉的，出价钱买的吧。这样的话，我九玉的应该就可以合成了。我看一下，九玉先坠，我现在就有三个九玉先坠了，先坠是不是就可以合成了？这是十阶的红装，十阶可以去激活一下。我先把这个先坠搞一下，两星九阶，这个可以合成了，刚好三个，这个也是70%的概率。哇，一个50块钱，150块钱，哦，九玉先坠激活了一个，加了90000，还可以哦，还可以。但是九玉先坠还得要慢慢来，然后这个七阶的还差一点点，七阶有一个两个，然后还有一个这个，还差两个橙色的，我才能激活这个七阶三星。要是群里有人有的话，哎，完成第四次转职，群里要是有这个装备的话，先符先坠七阶的就交给我。进攻秘境累计鼓舞300次 ，OK， 升级。接下来我们再升一下十阶的装备，把十阶的两星合成一下，我们应该能合成很多很多的十阶装备，都是三件的合。哎，非本职业，大哥你没搞错吧？是零件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大哥，我应该是战功哦。这里可以看到我的本职业是后面的这七个，不是后面的这六个，总共有七个，差一点，然后合成一下，哎，合成了一件，然后把背包里、仓库里所有的十阶装备拿出来，十阶装备，哇，这两个不能合，这两个不能合的也不能做素材，应该是这样子的，哇。有那么多十阶装备，哇塞，爽死了！我的背包够吗？还有一点点空间。这个是十阶一星的，到时候拿出来分解。十阶，哇塞，这里还有一件九阶装备。哇塞，刚才眼神不好没有看到，十阶的就没有了。这个十阶先不要拿出来，现在先不能合成，然后我们再去把它们全都合了。来，王者战功，王者战盔。哇塞，那么多，这一件装备至少也值，哎，包裹空间不足，来吞噬一下，我们把这三件装备吞噬了应该就够了。女的拿去卖，女的不要拿去卖，女的拿去给我们的超爱心，然后王者战盔，来三个合成一下。嘿，哇塞，哇，今天有点感觉，我就合成失败了2次，哎，哇塞，可以的，这个啊，合成失败了，我们换件装备吧，王者战甲合成下，然后再来一个王者战腕。我刚才那个多合了一下，其实也问题不太大，我其实可以试着把这几个十阶装备穿戴一下，我有两个头，但是到时候合三星就可以用了，三件十阶装备。哎呀，这个要是不合头就好了，我刚笨笨的。然后这个十阶装备到时候可以送给别人，十阶装备现在就没有了，我这里套装就少了一个，是不是？王者，哦，这是王者三星，那没有关系，这个是三星才能合成的。我们今天试一个东西啊，我们试着合成一件十阶三星的装备吧。九阶装备先穿上，还是先把九阶装备先穿上。九阶齐了，我们的套装时应该又被卸下了，所以这个战力又下来一点。我们把十阶装备打造一个十阶的王者战功，一件、两件、三件，哇哦，终于有一件十阶三星的了，不容易，搞那么多装备就能合一件，哇！明天的话，明天再打 BOSS 应该就有很多了。然后这里这三个先珠先坠，哇！我们最后还是再冲一个648吧，因为市场上面真的，明天白天的时候，我不想自己到时候再充值，我想把充值的画面留给大家，你知道吗？九阶的装备应该还是得要再买，但是我们人很多了，哇，这25块一个，这三个咱们要不要买？哇，这是80块，这又有两件，我想看一下我们的合成的话，九阶三星，然后还有个真三星的话，我看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十阶先换一下，
先把十阶装备先换一下。十阶装备，我想看一下九剑的这个合成真三星是不是就需要这个材料。哎，无常合成的装备，这个真三星它需要的是什么装备呢？材料不足，我刚才好像是有个头。这个真三星我还合不了，我还合不来，到时候我去请教一下水友吧。还是把九阶装备穿上。有人打微信电话，稍等一下，还有个手，九阶的手穿在上。我们再把这个石头套装的这个石头激活一下，天罡，一二三，可以了。啊，我点的是女性装备是吗？刚才的装备，三星红装，看一下。哎，这个是十阶三星就可以了，这个是十阶三星 ，OK。OK， 我弄错了，我现在只是没有九阶三星了，我现在只有九阶二星是吧？还是啊，就是没有九阶三星，所以无法合成。这个好像是三件就可以合成一件，真三星，应该是这样子。那我们还是买吧。我最后今天真的最后再冲一个，然后把那个九阶装备买完就 OK 了。压力山大。我知道我穿上了，但是我现在弄清楚了，它确实是九阶三星的红色装备就可以进行合成真三星，划不来。OK， 那我就先不买了。我现在反正好的大家都不买，然后买十一的 OK， 那我就只买这个符合坠。这个符合坠如果有七阶九阶我就买一下，然后九阶装备现在我已经有三星了，我就先暂时先不缺了。对吧？哎，七阶的这个七绝仙符20块钱，可以的。刚好看到还有七，还有九阶吗？还有一个七绝仙符，我看一下，我们这个七绝仙符应该是齐了的。来，我们是不是可以合成一个七绝仙符？仙符，哦，只有两件吗？那就刚好差一件喽。哇，天助我也！仙符，那个钻石我们留着，明天慢慢花。然后九阶装备我也不买了。它这个刷新了以后好像就没有了，就只有一件。其实刚才应该是出 bug 了，就只有一件。我看一下，我们这里有两个红的，然后七阶的装备，看一下七阶的装备，一个两个，哦，七阶有两个，就只差一个这个七绝仙符了。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盟里面，我们的盟里面有没有相应的这个装备啊？没有，他们都拿走了呀。可惜差一点点我们这个符就有机会升到三星了，真的差一点。这也是，那这里我们就先不买了。九阶装备其实之后和大家交换也行。升 V8 的话，我们看一下 V8， 我们应该很接近了。 V8 还差46点，10块钱一点，就是460块钱。邮件翻一下，这个已经领取了，这个应该已经领取了。我们就是确实还差一个背包里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你看，这就是有两个背包里看了的，然后伴侣，我看一下，这为什么有红点？哦，有一个，这个升了，神器有5个，合成，反正我是觉得这个套装加的战力挺给力的。我们现在是血量是970万，然后有两个 boss 我们还没有打，我们先去打一下这个苍月岛的这个 boss。这里前往本服，前往跨服。跨服给的东西应该是会更好一些，我们可以在跨服打510级的 boss， 在本服只能打465级的 boss， 跨服给的应该是更好一些。然后排行榜我们看一下，排行榜我们现在是，哦，差他50万，他是2061，我是2016，这50万其实追不追无所谓，但是至少也能让他感受到这个压力吧。然后这个次数我们全都买完，这里。我们挑战一下他吗？我挑战一下书白吧。副本中发挑战，哇，真的是战船装备。我们今天就升到 V8 吗？要不要那么凶？要不要那么凶猛？我们给这个装备啊！我双倍强化值都没有点，我刚刚不小心点了两下，他就自己强化掉了，这个有问题。然后这里的这个 boss 到时候我晚上自己去打一遍。然后我们的个人 boss 还没有打，符文升级的话，符文分解可以分解一下。镶嵌的话，韧性，有人说韧性很好用，是在打团战的时候非常好用。剩下这个突刺，
V 八副本多的次数会稍微好一点。今天要升 V 八吗？想想，今天其实我现在暂时想不到什么地方可以去花这个钻石。副本的话，神父副本也扫荡完了，至尊武器没有，这个是至尊时机可以挑战。我们的神仆还激活不了吗？神仆已经升级完了。BOSS 没次数了，哦，有我没次数了。然后刚才有人说投资，好的，我憨了，我发现我真的不会玩这游戏，我要投资。哦，投资后第一天，这是另外一个投资了，节日经验单，然后非你不可，这个是加1314的生命，214的防御，214的攻击，觉醒。OK， 还有一个投资了，还有一个投资是在哪儿？我找一下，先别急。我记得刚才是有一个什么等级的一个提升，给了一个提示。今日红运当头，巅峰寻宝是什么？巅峰寻宝，我靠！这些东西好厉害，还有巅峰寻宝呢！哇，这个是幽影嗜血，哇，我甚至有点想抽一次，我的天哪！哇，这个极品寻宝就是个垃圾，感觉被骗了。我们看一下，特权也不在这儿。情意绵绵 ，BOSS 掉落。我们那个投资应该不是这个吧？我记得是另外一个投资，难道是在这儿吗？找一找。祈福更新公告呀，然后去看坐骑吧。有人说坐骑这里，哎，果然是。可以把这个装备穿上了，哇，穿一个加了4万，哇，今天应该能勉强超过他一下。哇塞，哇塞，哇塞，我靠，这个坐骑激活了，还有个技能，直接激活这个技能，这个无所谓。哇，这个装备强化的话，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升一下级？然后这里这些装备其实都是垃圾装备了，这里可以强化一下，花7块钱。OK， 哇，这里还有一个很厉害的东西，这个你到时候能合成吧？应该，我猜，两个两星的合成，三个两星的合成，一个三星的，也许。然后武魂再看一下，助战中，武魂强化。哦，这个石头还没有用完，我们给这个灵猫强化一下。这个紫极妖头全都强化给你吧，24块钱。然后全选，哦，这两个好像选不了哎，哎，可以选的。OK， 充值里面看一看，充值里面，哦，至尊投资在这里，投资，刚才投资了88块，再投资100块，然后再投资100块 ，OK， 存入当天收回本金，这哪是本金啊？这样子至尊理财家加了17000，哇塞，无敌无敌，我现在是2037了，哇，已经很接近了，竞技场我们挑战一下，输白。然后34次就打完了，给了1167亿的经验。海战的话，夺岛战应该还有一次 BOSS， 你看这里还有一次 BOSS 剩余，我还可以去打一下。然后再看一下世界 BOSS 是不是还有一次次数？哇，世界 BOSS 也有次数。我们先打个人领主吧，因为个人领主的话，它是打得非常快的，就是打得最快的一个 BOSS 了，我觉得。然后再看一下宝石镶嵌，这里这个九阶的，哇，这个九阶的可以多镶嵌一个。金甲魔神出来了，强化稍微再强化一下，强化到升个500万金币就差不多了。然后符文升级，心法升级，心法有10000的贡献，这个就平均升级就没有错。破甲升一下 ，OK。矿洞今天还没有去吗？好像是。建议有红点的都看一看。哎，情人节宝箱给了2个一论内丹。OK， 镶嵌这个其实它是就是叫我替换，但是没有更好的，我现在先不替换。充了多少了呀？充了多少？就是 VIP 的话，哦，这几个九域战盔，啊，由于我那个设置的，就是它不会去捡这个紫色装备，这个紫色装备就不要了，那个吞噬无所谓的，我这个懒得去调。来看一下 VIP 等级现在是多少？